你只需要多完成两个任务，就可以重新做人了。花花变身他人，陈大天歧视女人，该让他醒悟了。无论是男尊女卑的大男人，我不要当女人，我爱炫爱现的阿莲。你是谁？我是花花。帮人改邪归正的事难不倒他，却难过自己前生夙愿那一关。不要丢下我一个。由瑞恩、黄俊雄、陈新奇、包勋平、洪玲、刘玲玲等主演，《花花公子》从12月28号起，你可以在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花花公子》。